와인이라든지 함께해도 전혀 어울리는 그런 선물이 될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会，这次会呢，就是毕竟在怎么样，就是也是金沙巧克力的代言人，所以这次会送金沙巧克力给身边的朋友。然后加上在韩国地区，其实金沙巧克力也是非常具有名气的，然后也是很有历史传统文化，所以在搭配香槟啊，还有红酒这一类的，是可以一起去享受的。有，我听到他说香槟跟 wine 是配在一起的，配巧克力是最好的组合。今天因为真的比较冷哦。 可不可以对现场的粉丝，因为他们真的在寒风当中等了很久，跟他们说几句话呢？근데 굉장히 오랜만에 여러분들 뵙는 것 같은데 항상 멀리서 응원해주시고 사랑해주셔서 감사드리고 빨리 샹즈 니에련으로 네, 여러분들 찾아뵐 수 있기를 바라고 항상 감기 조심하시길 바랍니다. 非常感谢，就是各位粉丝们的莅临。然后天气也很冷，然后也希望可以注意保暖。然后接下来希望可以透过赏金猎人，然后来跟再跟大家会面。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其实李敏镐6年前同一天12月15号也在台湾办过活动。 今天6年后刚好也是12月15号在台湾，我们可不可以把12月15号定成李敏镐在台湾 the day？ 然后希望每一年在这时候都能看见你。虽然我知道有点那个浮夸的要求哦，但是因为李敏镐的新歌叫什么？就叫 the day。 我们也希望李敏镐跟台湾有一个 the day 的约定。哎呦，这样笑我都不好意思了。 일단 또 공연으로 대만 팬분들 저도 개인적으로 뵙고 싶어서 하긴 한데 웬만하면 12월 15일에는 대만 스케줄을 잡아달라고 얘기를 하겠습니다. 希望可以透过公演一个表演的地方，希望到时候12月15号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也希望可以来台湾。说定喽。<笑><笑>OK， 又是看经纪人的schedule了。好。 我们刚刚的李敏镐有说他喜欢的几个飞罗巧克力的口味呢，已经包装好了，我们可以请李敏镐先生拿一下。来，先看一下这个美丽的包装的盒子。这个包装的盒子呢，大家在我们的圣诞期间限量店呢也可以买得到。除了这句韩文，你还会说别句吗？ 而里面呢，刚好就是吴总他很喜欢的口味。我们也请李敏镐先生打开来，让我们拍一下。有喽有喽有喽！他真的是一个太专业的代言人了，盒子也看得到，巧克力大家也看得到。 先看这边，right side。你怎么跑去那里了？好，好，好，最后3秒了，3、2、1，好。OK， 谢谢。好，接下来是李敏镐先生的独照时间 ，single picture。 帅气帅气，挥手。看我们的右手边，非常右，右前方，前方，还有 the left side。How about that side? Please say hi to 101. You know the 101, the highest building in Taiwan. Say hi. 谢谢李敏镐。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区域行销总监 Monello， 以及台湾的总经理 Rick， 还有我们的品牌经理的 Tasha 在舞台上，让我们跟李敏镐合照。先看左边 ，please look at the left side。
look at the central. Central. And please look at the right side. The right side. Rick, 右边。Okay. Central again. One, two, three. Thank you. 谢谢。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来自意大利的主厨 Luca 跟 Maria. They're from Italy.Okay, please look at the left side. Left side. 왼쪽봐주세요 Left side. 左侧 One, two, three. And please look at the central again. 가운데봐주세요 Okay. And look at the right side. Thank you, Luca. Thank you, Maria. Thank you.而最后的最后，就是这一次众所瞩目呢，我们有三位幸运的粉丝参与了我们金沙巧克力的活动，抽中了与李敏镐合照的珍贵机会。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有多么的幸运吧？来，三位粉丝请到舞台上来。They're the lucky fans， 击掌击掌，太 lucky 来碰到手了。而且李敏镐的手很大。三个都围绕住了，谢谢。左边的粉丝，哎 ，please look at the left side。哦，结束了 ，sorry。Thank you so much。最后的最后 ，I know you have to leave today, right？ 他今天就要离开了，所以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跟台湾所有的粉丝们说吗？네여러분날씨가많이추워졌는데감기조심하시고요네최대한빨리또작품으로여러분들작품많이기다려주실것같아서작품으로빨리인사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다시만나는그날까지감기조심하시고늘행복하시기를바랄게요谢谢再见我爱你们三句中文什么都足够了，也谢谢李敏镐，希望很快能够看到你再来台湾。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谢谢，谢谢李敏镐，让我们欢送李敏镐。